也是教学，就是看起来就很硬 A 感觉啊。我们招先不用多，还有武侠小说嘛，有些人很喜欢练很多招式，然后五花八门，是真正的强者，有时候都把一招练到极致。每个 pistol， 这都看不懂，可怜点点点。所以我的十个里面有超过五杆的出来，我直接把懒觉吃掉。玩家名称呢，我们就叫这个吧，比较通用。哪一支好上手啊？有没有推荐的？召唤艾迪啊，召唤分身，这只不要好了，这只感觉就很难玩。看一下机器人那只，那只叫什么？这只看起来就很硬 A 感觉啊。波乔姆金爆裂击啊，这是投掷技啊，抓空中的人啊，有点帅啊。哇，铁锤落，我这只好像很不错呢。来开扁，不要跟我打啦，快来啊！没有人敢来哦，有人要来被我虐了是不是？哦、Are you ready? Soul versus champion, duel one. Let's rock. Mandy to bring.我没有电脑知道空抓不可以抓他。不要跟我打啦，快来啊！没有人敢来哦，有人要来被我虐了是不是？大意了。Duel one. Let's rock. Mega pisto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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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Counter. Bandit. Bandit. Cha.播报的脚跟。我知道了，他跳起来脚比我慢，我刚跳起来应该出重拳或轻拳就可以了，然后我还不会抓那个空的，如果会抓空的我就可以直接抓他了。有谁要打？被破解了后还有招吗？当然有，当然有，招还很多。Are you ready? Let's rock! Mega pistol!Meg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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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stol! Let's rock!
戳爆他，戳爆他的脚跟。这只如果我能把那个抓技练好，应该就很猛了。抓技靠不出来，想用但是用不出来。哎呀，靠不出来啊！我刚才也要靠大。哇！暇つぶしにもなんね。塞牙缝都不够。靠，去稍微练一下。这招用不出来啊，不会的话就很好用。你看他抓人的距离超远，普通的那个抓人在这边才抓得到的。这招超猛的，这招不行。你手那边有个移动必杀技，看一下吧。哪一个必杀技？滑动必杀技啊！都看不懂，可怜点点点，所以我的十个里面有超过五杆的出来，我直接把懒觉吃掉，好像每个人都很会一样。15 minutes later， 我先练基本抓就好了，不用练那种额外的东西啊。基本抓成功率都不到30%，练更难的都没有意义啊。Are you ready?这游戏是不是不平衡？为啥别人角色有那么多招式，你只有两招：月下偷桃和跳马八头？我哪有只有两招？我招式很多好吗？又会抓，又会退，又会前打，又会远距离反制，很多好吗？我是打算先练我的这个基本功，就是出拳的基本功，接着我要强化我的摔技。对，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拳头基本功大概给自己8分，准备进入高端玩家的这个领域。我们招先不用多，就是你在这个还没有很强的时候，你看武侠小说嘛，有些人很喜欢练很多招式，然后五花八门，但是他实际上就是这边炫技。但是真正的强者有时候都把一招练到极致。
他跟我被我打到体无完，只会两招，连游戏都看不下去了。